시장에서 귀신 본 사람들이 다 소리 듣는다 그러지. 맞아. 이거 나올 것 같아. 그치. 얘도 진짜 누가 있다. 빨리 나가야 돼. 빨리 내려가자. 빨리 지금 빨리 나가야 된다고. 今日電影論咧就過到嚟呢度咧，就一間韓國戲院咧就同就睇咗一套都幾特別啊！香韓國吹得好勁啊，就講話係當今史上啊韓國片裏邊咧話係最呢、這個最驚嚇啊！咁呢個香港叫《瘋人院逐個捉》啊，呢個叫做《Gone GM》啊，《Haunted House》咁樣樣嘅。喂，呢套戲剛才我剛看完就其實呢裡面剛才隔離呢 幾個韓國妹都叫到 VR 鬼叫啊這樣還有其實散場之後呢我都看到呢有些人是眼濕濕的看到其實講回這套戲呢這套戲講到它說是一間1960幾年開的一個瘋人院一個癲狂院當中裡面有很多故事就是說他們可當時日軍侵略韓國的時候呢又做過亂葬崗啊咁裏面呢又做過啲人體實驗啊又做過啲虐待呢、這個精神病患者啊咁樣所以呢係好多人呢相繼自殺啦、啊、咁形成咗一個好似 urban legend 咁、啊、樣嘅故事咁呢套戲我想講嘅呢其實佢話係韓國史上最驚嚇啦，咁我就唔覺得係超驚嚇，因為咧呢一種戲咧，其實就係嗰條大橋咧，就係六個 YouTuber 咁樣帶住個帶住個 cam 咁樣就去影曬成套戲咁樣嘅，咁啊超低成本啦。呢一種戲咧，令我諗翻起20年前美國咧，其實嗰、那個Bear Witch Project 啊，即係嗰、那個。死亡集裝跟住之後嗰套西班牙文嘅死亡六個咧，都係用呢一種橋段嘅。咁完全並唔係有新意啊，冇新意啊咁樣樣。咁但係咧，有一樣嘢拍呢啲恐怖片咧，其實咧就係、是、都冇話劇透唔劇透，都係主要上係營造嗰個驚嚇嘅氣氛啦。咁所以通常呢啲戲咧，我哋喺屋企睇啊，睇 Netflix 咧就瞓著覺嘅，因為根本就好似黑到冇打燈咁樣啲戲咁樣。咁根本就一啲都唔好睇嘅，一定要喺戲院一班人喺度 V 哇鬼叫喺度嗌咁樣咁先至夠過癮啦嚇咁樣咧嗱，老實講幾個年青人咁樣去探險，幾個呢啲YouTuber 或者呢啲 High School Kid 咁樣去探險呢種戲咧，根本其實香港都好似拍過幾多嘅。有如果你話呢一種戲要換成香港版咧，咁啊最簡單就梗係以前我哋睇呢個嗰啲漫畫嚇、啊，叫香港漫鬼集啦，咁裏邊有講過嚇、啊，高街鬼屋啦、洪水橋啦、呢、這個新涼潭啦，喂，呢啲真係其實係差唔多就係有啲陰陽路啊，同埋怪異集嗰啲橋段嚟嘅嚇，所以呢一種戲咧每個國家咧都可以拍自己嘅 version 嘅，不論呢個香港片又好，或者呢、這個即係所謂嘅以前見鬼啊彭氏兄弟系列啦。同埋呢個美國嘅死亡集作系列啦，咁樣樣，咁其實啊都可以咁講，初拍咧，由於低成本低到差唔多好似冇錢打燈咁樣咧，就拍得好驚嚇嘅嗰個氣氛。後來因為第一集嘅成功咧，而加碼加錢嚇、啊，即係好似彭兄弟後來嗰啲直頭有強國資金咁啊。整到好大個 scale 咧，就反而唔驚嚇嘅，反而唔好睇嘅。呢一種戲，例如呢一套呢、這個《瘋人院逐個捉》啦，咁喺韓國好成功啦。咁啊，希望佢嚟緊嘅續集咧，如果有續集啊，就唔好犯荷里活同埋香港同一個錯誤啦嚇。咁呢套戲喺戲院咧，我都可以推薦大家嘅嚇。今日好，電影論喺度講到咁多。